地都是味，黄鸡会很大。看起来大陆人差不多差不多的牌。猜了一地，跟我一样，还有二万，绝张二万。你说的牌黄机会很大，真的，万是打一地，一地了。反正完全不用怕，就是冲就对了。不要就打，然后在那边跟打。我操！没，不要，太傻，真的打不掉哎。罐子没人要啊，九万随便打。小鸟一地臭，五万。给镜头放放。四万。天哪！还有。有摸到绝五万，绝五万，怎么可能？喂，我运到你，西风，我运到。这最后关头，王信卿能不能竞争，听上三案坎呢？绝五万，绝五万，怎么可能？喂，五万，我运到你，西风，我运到。所以我们说打牌啊，几率一看就知道了，那饼子全部抓死了。没有人愿意放，没有人愿意下。不要当开第一枪的人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基本上分数很低。就是你的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这样子还来不了。对呀，动不了。跟打二饼了。王信卿有听吗？没有。好啊。小林姐有听吗？应该没有。哦。上不了。来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黄了。好，牌都倒下来看看。没有办法，你看看一手的饼子，全部都抓死。我要二五，一张都吃不了，你们打得乱七八糟，昏倒了。打翻了，饼子抓一，饼子三六九饼，全部抓在那边。对啊，饼子没人敢打，浪费青春了吗？你们现在一个才一千，一个才两千，怕什么？对啊，我吃不到，我只要一张，一个二五万就好了，每一个吃不到。好，所以呢是黄庄，来，马上我们下一场。我们也只能说加油了，加油！来，好，看看这牌怎么起的啊！好，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秀慧姐的牌。今天都还没开胡哎，一千两千不够看，西风先碰赚一台，缺张条子摸凑搭，自摸必将亏。上一把臭庄浪费一局，这战可要加把劲。十六张变化大，先手门清，再等机会来做大。强哥啊，是不是该发威了呢？起手四对你会怎么玩？魂色碰碰还是玩力孤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拿到这个全门牌，要把再加码，可别屁胡就了事了。三六万凑条子大，不自摸不要胡了，请打。好好好。哎，景哥，我没有玩妮可哎。六饼。我有。看样子。南宫。
凑一次多5000啊，凑一次碰碰壶多加5000，额外的 bonus 直接马上给啊，额外的哦。九条，北风，黄忠，不错呢。北风。西风啊，哎呀，接太快了，放下了。好，在你那边。二饼。哇，你们互相碰来碰去。对啊，我打他时你都没注意到。哎。呀，碰碰壶都5000哦。所以景哥现在做碰碰壶就对了。景哥要坚持。为了5000块，还有分数，要坚持啊！把牌搞大一点，搞大一点啊！不要急，看不太到有没有坚持，很难看得出来。打麻将要边打边走，4万。二条，吃一张，吃呀，算吃，绝张呢，9条，真的很绝，等分，